今天我们村被一群小蜘蛛侠挑战，他们是不知道我们村民的厉害，竟然敢来挑战。于是我们直接同时派出三位村民，好让他们体验一下强中自由，强中手，一山更比一山高。首先上的是三位弓箭手，他们直接打出了300倍攻击，不过好像没什么伤害，小蜘蛛侠们直接就冲了过来。第二道攻击也直接打出，但还是没多大用，三位弓箭手瞬间被包围，当场嗝屁。对不起，是我草率。下一个上场是三位彪哥，彪哥自信的走着，突然就打出了300倍飞镖，小蜘蛛侠们根本招架不住，直接一片一片的倒下。很快小蜘蛛侠们就倒了一窝，这次知道我们厉害了吧？这时二叔说让我来，一上来直接就是一发100倍散弹攻击，结果没打中几个。二叔愣在原地说，这不可能啊，再来一次，结果又是同样的结果，最后直接被小蜘蛛侠们给瞬间解决，看来是二叔老了呀。下一个上场是宙斯，宙斯直接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，然后还打出了超强的电疗攻击，小蜘蛛侠们直接就炸开了锅，飞得到处都是，最后只剩下了几个小蜘蛛侠，但直接被第二次的电疗攻击当场打败，看来下次他们是不敢来了吧。